原标题：娜扎尔巴耶夫退居二线，大女儿娜扎尔巴耶娃两年后接班。娜扎尔巴耶夫该退了，这是意料中事，但来得这么快，有点出人意料。娜扎尔巴耶夫属于典型的苏共技术官僚，意识形态上并不明显，但是政治能力不错。如果苏联不解体，他会坐到很高的位置，最起码政治局委员级别，而且当时他还年轻，已经进入苏联接班梯队。不过可惜的是，就在娜扎尔巴耶夫在政治上顺风顺水的时候，俄罗斯人背叛了苏联，苏联解体了，一大批像娜扎尔巴耶夫这样虽然不是俄罗斯人，但是对苏联怀有深厚感情的干部的人被俄罗斯人抛弃了，只能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和他有相同经历的还有不少人，格鲁吉亚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从格鲁吉亚第一书记到了苏共中央，并担任苏联外交部长。还有车臣叛乱时期的车臣军队总司令杜达耶夫，在苏联解体前已经是苏军中将，曾经担任过爱沙尼亚军分区司令。有着传言说，在决定苏联解体的会议上，15个加盟共和国就苏联解体问题进行投票的时候，是4个人赞同，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而这个人就是娜扎尔巴耶夫，可见他对苏联感情之深。不过这也不奇怪，不仅是娜扎尔巴耶夫本人的前途和苏联完全捆绑在一起，更是因为哈萨克自从被沙俄时代吞并之后，就已经开始改变其原来的生活习惯，直接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尤其是在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是完全服务于整个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是苏联最大的棉花产地，同时也是苏联主要的卫星发射基地。苏联解体之后，哈萨克斯坦因为在苏联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难以继续维持，所以娜扎尔巴耶夫曾经提出和俄罗斯、白俄罗斯组成欧亚联盟，相互之间免除关税，在经济上像前苏联一样继续保持着相互之间分工合作的局面。这个提议也说明娜扎尔巴耶夫仍然希望哈萨克斯坦在经济上能与俄罗斯相互合作，但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经济不断衰退，原有经济体系飞速崩溃，自顾不暇，也给哈萨克斯坦带来不了多少好处，只能另找出路。娜扎尔巴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夫是中亚地区自苏联解体以后仅有了两个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政治上也比其他国家要更加稳定，尤其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复折腾相比，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比较稳定。卡里莫夫比娜扎尔巴耶夫大两岁，两人是同一代人，也都是在苏联解体时就已经担任共和国第一书记职务的典型的苏共后备梯队干部。苏联解体后，卡里莫夫一直担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的去世，而2016年他去世的时候也是78岁。娜扎尔巴耶夫今年已经79岁高龄，年事已高，自然要开始准备安排后事了。娜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儿达利加一直被外界视为娜扎尔巴耶夫的接班人，现任哈萨克斯坦副总理，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但娜扎尔巴耶夫此次辞职并未指定女儿继任，而是由议长托卡耶夫继任总统，并声称托卡耶夫是最合适的接班人。不过娜扎尔巴耶夫虽然已经辞去了总统职务，但只是退居二线，仍然是执政党的领袖，并且在之前就已经重组了国家管理体系，辞职之后仍然能够通过一些制度安排在重大问题上保持决定权。
也就是说，他目前只是退居二线，退而不休，并不是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因此，现在给他盖棺定论，对他做出全面评价还不合适。目前的安排完全有可能是在为女儿在两年后接任总统做准备。此前，阿塞拜疆前总统阿利耶夫就把总统职务转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小阿利耶夫。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